下一位我们的罗伟雄老师，哎呀，罗伟姐，还有下来我们飞天的啊，飞天，我们飞天奖，还有龙耀福老师，也是我们的分享嘉宾。这个很有记忆的一个仪容，我们再见老师有请，来，再见老师你好，好，谢谢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好，来，我们就变成这一边，我们也参与这个论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，那我就把这块交给我们的主持人，好，来，谢谢老师有请。我一看到那个赛的时候，我想这个就是答案的。好，大家如果没有注意的话，等一下我问一下。最好的时候，就有几万。